揸电单车瞓弯系成为高手必须嘅领略技巧之一，并唔系一时三刻就能够学到甚至做到。不过网上唔少电单车群组流传一段片段，呢一位身穿橙色外套嘅铁骑士，沿龙翔道高速行驶，去到北假山花园附近一个弯位嘅时候，做出瞓弯动作，膝头哥几乎贴住地面。唔少网民讨论铁骑士嘅动作，有人揶揄佢使出真功夫，认为佢非常尊重个弯。而瞓弯系转弯嘅时候，内侧膝盖向外拉开，贴向路面嘅转弯技巧，是一项在赛车场上经常会见到的转弯技巧，风险极高的。有多年驾驶电单车经验的人士提醒所有铁骑士，一般公路骑乘是不需要膝盖贴地。